开了水，你看到我去拿，你就不知道躲一下吗？不是，我是妈，别打我，这还有开水烫我。我没有。哎呀，这么开的水，把女儿烫到了。烫我。来，女儿，这个给你吃。好吃给你。哇，拿着。接着，你就在豆皮。啊，又吃独食。都给我女儿。爸，么这么多煎蛋、鸡腿还有豆皮，饭也不够啊。不够，有。谢谢爸。爸，那我吃什么呢？等等，别欺负你妹了。我没有。看到没，爸是我生的，他最爱我了。呦呦呦，你怎么吃呀？笑谷子好过分，太好吃了。你怎么来？哇，这是大烧烤啊，爸！大烧烤，去！我跟你讲，爸今天就没出门买菜，哪有什么大烧烤？真好吃啊，这腿！吃吧。真的有哎，小姑子，别动！这是我最爱吃的淀粉肠了，我吃这个，换过来。可是我也想吃烧烤。哎，开始。袋子，酸了又鸡腿和鸡蛋也很好了。我接着吃。真是便宜你了。淀粉肠简直太好吃了。看看我这农村嫂子，真是一点吃相都没有。吃个橘子。今天吃的也太满足了。这鸡腿和鸡蛋好香，太好吃了！吃的声音那么大，把我都看饿了。过来，吃。红的，又是红的！哎，不吃就不吃啊！别看了，叔叔，别怎么吃。不吃，换回来。嗯，你吃。又都被你吃完了。气死我了，自己。那怎么吃嘛？还有豆皮，这豆皮比肉还好吃呢。闭嘴！是你让我吃的呀。确实挺好吃的。一会哭一会笑，头都给你整裂开了。慢点，怎么样？给你抢。这挺好吃。没想到真的挺下饭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幸福了，是不是？这豆皮，哇，好吃！现在条件好了，大鱼大肉油腻的吃过了，你看这个豆皮又解腻又开胃，又健康。比你那鸡蛋鸡腿好吃多了。拿肉我都不换啊。好吃到停不下来啊，豆皮都裹满了汤汁，好下饭。好吃啊，好吃，香香辣辣的，特别入味，而且这个豆香味好浓郁啊。那你做的？这我买的。我说呢，我给哥哥姐姐们介绍一下啊，哥哥姐姐们大家好啊。我女儿吃的这个豆皮就是我手里面拿这个啊，它是山东大豆纯手工制作啊，满满的植物蛋白，而且它这个配料非常干净，只有大豆粉、水还有这个食用盐，其他的都没有添加，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去吃啊。你们买回去之后啊，温水泡个5分钟，凉水的话泡个10分钟就可以吃了啊，用来炒点青红辣椒、五花肉，特别特别香。夏天到了还可以做个凉拌菜，涮火锅的时候也可以涮着吃啊，都非常方便啊，又好吃。现在下单有活动啊，这么一袋只要10来块钱，3斤重的，点我头像进我直播间啊，还能领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。喜欢的哥哥姐姐们抓紧时间去拍啊。真的很划算，爸。那晚上我给大家做个凉拌的吧。行，你着你也吃吧。哦，我吃。你吃。这不是空的吗？那你把这辣椒吃了吧。哇塞，烤鸭啊！烤鸭！爸，你打我干嘛？我打你不要躲啊！我看你是瞎了吧？你全家都瞎。下一次不夜
吃什么？就知道吃独食，你吃啊！我还没吃饱，他就没资格吃，这些都是我的。小姑子，要不给爸留一个吧？留什么留？他是我生的，管的事真多，别说话了。我的妈！来，叮叮叮来了。哦。粥配馒头配杂菜，哎呀，真不错。嗯，谢谢爸。爸，我不够。不够。不够，我都没满。真的。嗯。哎。给你吧，等一下。女儿也太霸道了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嗯，爸，那我有吃的吗？嗯，你等着，爸去给你拿。啊，谢谢爸。哇，好开胃啊！妈真香、啊。你就看着我吃吧，爸可是我亲生的，肯定对我好。来，哇，这还冒着热气呢，爸，这是什么呀？你老公。让我给你炖点猪蹄，微波，刚出院的。猪蹄？哎，我吃，放回来。这是我老公给我的。我老公给你买什么买？真是，你都出月子了，你还有什么脸吃啊？我要是你，我就吃不下。班不上班，滚！那在这里可以给你小的啊。哎，别的。我吃你的猪蹄。啊，爽炸炸炸！这也给你吃。嗯。让我吃我的猪蹄了。滚！烫的，这猪蹄焖软了，焖烂了才好吃呢。哎，这我很怕。再说了，他心嫂子也馋的不行，不好分有啊。就是，等会还跟我哥告状。对。算了，你吃香蕉，你要不要？算了，我还是先吃吧，总比饿肚子强。啊、爸爸亲自种的香蕉果然好吃，吃上一根先清清肠胃。待会儿再吃我的大砂锅。今天这顿早饭真不错，包子配粥还有榨菜，简直太开胃了。关键还是这个榨菜，吃起来咸香可口，每一口都风味十足，搭配馒头一点都不噎。配花卷好吃啊。嗯。有了这个榨菜，儿媳妇胃口也好多了，平时一个馒头都吃不完。配着榨菜，感觉能吃下一头牛。真是个名字，我来教坏人了。我只是因为太开胃了。我给人慢点吃。嗯，都是你的。太好吃了，爸。嗯，越吃越开胃的。是，这个、配着馒头开胃，你配着肉吃解腻。嗯。哇，真是人间美味呀！这个榨菜不只配馒头好吃，搭配着白粥就更加香甜了。榨菜的汤汁搭配着浓稠的白粥，比五星级的饭菜都好吃。爸，你今天买这个榨菜啊，太好吃了，吃起来鲜香脆嫩的，不管是搭这个包子啊，还是配点这个白粥啊，都好下饭啊，越吃越香，越吃越开胃的。这个是不是？比以前贵很多、啊，不贵的。它这个不仅搭配这些，你像你平常吃米饭、吃面条没胃口了，配点这个都特别特别好啊。吃肉了，吃烤串了，还可以解腻。我给哥哥姐姐们也推荐一下啊。来，各位哥哥姐姐们啊，我儿媳妇吃的这个榨菜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榨菜啊，它都是用新鲜的食材啊，去头、去皮、去根制作而成，根根细长啊，根根脆嫩，吃起来嘎吱嘎吱特别香啊。你平常配点这些米饭什么的都特别开胃的啊。现在下单还有活动呢。十来块钱，拍20包送30包，到手整整50包，你包邮到家。你点我头像进我直播间，还能领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呢。喜欢的哥哥姐姐们，抓紧时间去拍啊！好划算呀，爸！多买一点，我都没吃着。行了行了，你要吃就快点吃，不吃就别吃了。哎呦，我都快饿冒烟了。爸，我吃了。我要吃大砂锅了。肯定很香，闻着这么久。这什么呀？这猪蹄，爸，这猪蹄，猪蹄呢？猪蹄，这什么猪蹄？这样，吃腻了。谢谢爸。